放心，我没事。母亲，我爱你。我知道。我不能忍受你有一点差池。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的。一定会。阁主，阁主，千寻，多日未见，你且可好？金仙来的正好，我正有一事，想要与金仙言明，想请金仙您放弃与万路门之争。秦千贤，你理当知道我们此来所为何事，为何还敢提出如此荒唐要求？我只想各位悬崖勒马。素颜，秦阁主近来心思不静，想来无力再担任千城阁阁主一职，不如先随我回凤山修心。阁主是谁？打我千城阁分内之事，不劳金仙操心。素颜，我不过一失去功法之人，并无大碍。阁中弟子无事便可。天下处处，与我皆是修行，去凤山也无妨。秦阁主，请吧。金仙，仙道已破，仙身可还尚存？魔王之子，一切罪孽皆起于此。除掉你，便是除掉了恶，这一切终将结束。报，陆明轩今日带着池天明与熊天去千城阁，为了借道千城阁，想要捉拿秦千贤，肃清千城阁。什么？这帮人蹬鼻子上脸，欺负到大美人头上了，太过分了！门主，我请命去把那帮闹事的打死。不许去！为什么？陆明轩在呢，你斗不过。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大美人被欺负呗。我忍不了。小侄女儿，你能忍吗？我去。不可，此行太过危险，万一陆明轩另有图谋怎么办？陆明轩借道千城阁，意图攻打万路门。一来，万路门经过几次内乱，内里空虚，打不了这一仗；二来，即便他占据江州而不攻，但只要江州落入陆明轩之手，我万路门便等于被人扼住咽喉。再有，秦千贤与我有恩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坐视不理。赵瑶，你十七留下来保护莫青和万路门。小心骆明轩。
此玉却只为救人，不为交手，他杀不了我。万事小心，如果有什么不对，立刻顺行回来。好。你本是万路门之人，你是认为厉晨岚有错，所以才投奔骆明轩？我从未觉得厉晨岚在治理万路门上有任何不妥之处。那你为何要背叛？爱而不得。秦阁主也不必劝我，我很清楚我自己，看破但无法踏破。阁主请吧。陆明轩把秦仙仙怎样了？陆门主，你来迟了。金仙和秦阁主已经回凤山了。来者何人？出事了，我去看看。